北江七是台南北门、将军、七股三个沿海区的合称。导演黄信尧从2005年移居到这里，2009年开始记录下在这里的生活点滴。历经12年的影像累积，在看似巨变的时代，却又静谧而不曾改变。北江七虽历经12年的拍摄，却不是一部谈论时间性的作品，反而是关于去时间性，或许是当下，或许是过去的当下，更或许是未来的当下。而当下又是谁的当下呢？周四晚间10点，记录观点，北江七就在公共电视。